尊敬的白衣天使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，非常荣幸能够履行约定，在杏林春暖之时接你们回家。此时此刻，中国成了全世界最安全、最有希望的国度。我们深知这份安全是你们用血肉之躯铸就的，这份幸运是你们用人心厚德换来的，这份希望是你们用无畏信念种下的。致敬每一个守护生命的抗疫英雄，你们是最可爱的人。谢谢。